你修不动，你的才能够在那个境界上转气脉。以前的这段时间不想吃东西的时候，我就是很想闭一下关的。难道你现在不再闭关吗？就是多点时间来打坐。你打坐谁拦你了？谁上去把你拉下来？你就在上边打也罢，在下边或者去山里，每次你去山里打都行啊，是不是？你闭关是问题，我们公司现在没官房啊，有官房你进关去，是吧？现在没有嘛，没有，我说你们不可以在房间打坐嘛？也你就是，人家不能闭关，很多的是因为有孩子有夫妻，你现在一个人你还不是个闭关吗？你就是个闭关状态嘛，你已经离进去闭关了嘛，是吧？是说就是在我不想吃东西这段时间就多点打坐可以。可以啊，有什么不可？你一直打坐，我觉得你还是，只是你坐在那个坐垫上能安住吗？就是我觉得你现在已经蛮清静的这个状态。但不是清静，是就是没有什么事，我觉得你脑子没什么事，是不是？你除了修行觉得想尽快的突破了以后，对你对这世界的很多事已经不关注了，你有什么事？你就是想在境界上再突破一些，有点功夫啊，有点什么，你想突破成道，剩下的对事情已经对你不重要了，这事情你还有啥事？没什么事可以打扰你。你怎么会就是不闭关？闭关要闭关不闭关呢？心中无事，这已经是闭关了嘛，是不是？但你这种，我只是说，你要是说想打破目前的状态，想达到一个很圆满的那种状态，那么说发点心也是对你有帮助的。那你说是我不愿意出，我不发，我发了我不做什么或者什么，也没人说你啊。但是那样做是不是对你觉得是不是浪费你的生命的时间，对你的修行没帮助呢？其实你一直不知道它里边的奥妙，因为所有的成道到最后成不了，始终是由我执卡在那，自我卡在那，自我一定是通过做通过利他实现的，知道？你如果修行上不去，一定有自我在那。一开始你是很粗糙的那种贪嗔痴慢疑啊、嫉妒啊、嗔恨啊、抱怨啊，这些你看得一清二楚。这些东西当没有的时候，就像会想他不关注外边的事，所以他的贪嗔痴慢疑也没那么明显了。就是因为他不关注这个手机，他对这个手机，就是没啥抱怨的嘛。他不无所谓这个手机怎么样，是不是？然后。但是这个时候他要做一下事的时候，他就能看到自己内心的那些自我就生出来了，哎，就是那些他觉得做这件事对修道是一点帮助也没有。他就是你不能把每件事情用在修行上，就是那样你就法执也破不掉，你知道法执啊，你法执破不掉，你如果不能在吃喝拉撒睡里边看见修行的话，你永远身上背着个船在修行，就是你法执会很重的。比如说你假如说你去擦了个桌子，你去说认为他就是修行，在擦的时候内心觉照和清净，真的那个抹布里边放光了，我告诉你啊，光明镜，是不是一个很小的微粒里边它有空圆满的空性正量的果，一切具足啊，六祖说的，原来本性一切具足啊，所有的有空性的一切具足，功德具足，一切具足啊。但你看不见，那是法执啊！你执着于你那种是打坐是修法，执着于那种法，修了很久，你修很久，如果停留在一个阶段突不破，一定是在哪块卡住了，你自己要去摸索。那么就做自己不想做的那点事。我知道你不是不想做，你只是认知上认为那样会浪费你时间，浪费修行的时间。你认为我做那点事不是修行，但本身这个芥蒂就是个卡你的东西。法执啊，因为那个是这个不是，这就法执嘛，你就已经执着佛法里边那个文字想，文字概念的平常心，平常心，平常心没到啊。但是你如果你有一个有所求心，还有一个好奇的心，还有一个渴求神通神变的心，这都是凡夫的心，这都凡夫才这样想问题的嘛，是不是？平常心才是佛的。没有连好奇都不存在，平平淡淡的，最普通的，就像大地一样。佛是那样，大
二弟要厚德载物啊，承载一切啊，不抱怨，不嗔恨，不嫉妒你，小便也行，拉屎也行，无所不动啊，就是那样。那是佛啊，那是功德，圆满的视线啊。你以为不抱怨，不嗔恨，不让你做那些多难的，那是有好像是为难我们，觉得哎呀，那能让佛就是那样的，就是我们自我的东西在那。就算你修正有进步，你不断的在修，但你也不见得你每时每刻能保证啊，是不是？在正量上，你不见得你出来红尘能保证住那个状态的，因为你是用你的眼睛看，那我从我的眼睛看，每个人都在发光，因为光明是本身带的嘛。只要他今天这个人心情全然很开心，你知道他头上的圈圈很亮，然后真的像个天人一样，他在你面前他有像的，他不是说这个人。所以我才告诉你，正量有时候不是几年修的，你一刹那你就到达了。因为你的，你看大家在有时候听法的时候，他很专注的时候，他心里边不分别善恶的时候，然后心很柔软的时候，你看这个女，如果她，而且呢，平时她的贪嗔痴慢也很少，很善良，很厚道，哎，你突然发现她的头上那个圈就圆了，就跟那些圣人一样，真不是，平时她是。他就是这，然后整个脏器那些圣洁的完美的真的像一尊佛，他就是真的，他视线这种像在那。但是你这种像，如果你是看不见吗？如果你这种像，你如果说这种像你在禅定里边去修，你说是需要是光明经吗？那肯定是了，那也是光明啊，全身在放光啊，而且放的是什么灵光啊，或者是荧光啊，但金光达不到，但是那这也是光明经啊。如果你在境界中你证得这个境界，你认为需要很多年啊或者很久啊，你会很开心的看到这种境界，但是只是你一个念头在转，只是刹那之间你的心态到达了，你就到达了。所以你直接到达了，有些东西真的是到达的，心气是不二的，你直接到了，就是你的心啊，你的认知到了，你的正量就到达，你只是把这种状态保持住，那就是正量啊。你只是你看不见，你保持不住啊！下一秒钟你又这样了，哎，他就出现一大堆，又这样了，自我的东西又开始了，又一看就是人道的那种浑浊啊，身体的浑浊啊，什么又出现了，那个气脉马上就浑浊了。你说净化，我们平时所以因为只是在人道必须有个次第嘛，你说哎呀，你还浑浊没净化，其实如果你心里边没有贪嗔痴慢疑，他马上就。但是你没有贪嗔痴慢疑的状态可以刹那达到啊，你可以每天遇事的时候你贪嗔痴慢疑犯了，但没有的时候你坐在对面的时候，你可能那一刻真的很清静。如果你平时再有些这个正量有点打坐那个清静，哎，正好吻合了，刹那之间那些东西就全出现了，那些正量的境界，但是刹那之间几秒钟它又没有。但那些境界是经过多年修行出来的吗？为什么你一念就达成的呢？如果你每天看到这种境界，你还给他讲次第吗？让他转了那一下，他就到达了嘛，是吧？只是他不能保证嘛，他自己不知道不能保证嘛。但是在禅定中，他通过自己，他看到了那个境界，他就认为他证得了。其实他一直有，偶然有，就是这样。就是，但是呢，经常有。但这一刻你假如说问我的时候，我的修正。老师有没有那个境界啊？我的是不是在光明界？我怎么打？你一直有，一直没有，一直有，一直没有，一直不在那个正量上嘛，是吧？所以我不能肯定说你在果位成就嘛，你没有果位成就嘛。而且境界是个光明界有很多种的，你知道吗？会想光欲界天的光明，欲界天从人道以上天界就有光明了，光化身了，带着情欲的光明跟不带情欲的光明差，一层一层的往上走啊。光明界有很多种类的。我只是说，如果是站在我的眼睛上，我只能说你，这一刻又把正量丢了，那一刻又老起来了，只能是这样子说。我不能说你正到啥没正到啥，因为你本来就是佛。为什么我会不断的以这种直接来去跟你的强调呢？因为在我眼里，你就是真的就是那样啊！你每时每刻视线的不一样，你每时一刻，因为你的心态在变，你每时刻每刻在我面前变啊。你的相在变啊，你的神在变啊，心态在变，所有的一切都在变啊。我不是死死的盯着你，就是长得那个样子的。所以为什么我不能这样说呢？是不是？那我说你就是佛，你看你变来变去，一天是24变。那你不是佛，你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啊？比孙悟空还变得快呢。
是不是？你的身边哪里来的？它说明你的心是佛，那是空性里边变出来的，是你不知道自己，你变在六道转啊，你在神通，可能你宿舍如果修行过，我一直说你宿舍修行过，你会变出你宿舍的正量来啊，在刹那之间到达，第二秒你又丢了，是不是？因为你又起了杂念了嘛。所以我是看着这些东西才跟你在不断的以这种角度在传法，在说这些东西啊。就这样，那咋讲吃力啊？然后我告诉你，你一定要怎么修才能达到这个境界。那刚才我看的那个是假的吗？因为你没修你就到达了，那刚才我看的是假的，你必须通过什么修达到吗？你刹那之间就可以到达的东西，为什么我要让你漫长的经过三年五年？是不是？但是你又不相信，因为在人类的意识层面，永远说是，老师我没修，我怎么可能到达呢？但是我眼睛看到了，那我相信我还是相信你啊？是不是？那我只能是从动物这个阶段不断的，就说你是能实现一切的，你是能实现的。如果你术士在某一个角度成就过，那么你肯定能实现那个东西，只不过是你的知见一直没转，你认为那需要很多年，你放下那个很多年，把那个时空缩短到这当下。不思善不思恶，就是没有贪嗔痴慢疑，修几天。如果说你的气脉，我说你哎呀修几天你能够不停的实现这个状态了，我就说你进化了。你当年你那天没进化的时候你也实现出来了。你到底什么叫进化？不够不进嘛，是你念头里边有够进嘛。你因为你前一年的时候你就实现过这个境界，你修了一年以后又实现出来了。然后跟我说，老师，我是进化了一年，我怎么说你啊？你一年前没进化的时候也有这个境界啊，是不是？在我眼中，今天你又证得了这个境界出来了，你说那个进化叫进化吗？进化只是个假名，知道？进化就是个说法，进化是个说法，但是你根本就抬不上轰着个进化这码事，根本就没有这码事。我告诉你，如果没有进化，你达不成的话，那一年前你就实现不出那个清明的境界。一年以后你出来，我只能说在次第上这叫进化，气脉进化了，所以你出现了，是你那一刻跟这一刻的心态一模一样，只是如此而已。你的心态，你的认知，还有你当下的那一刻的状态，实现出了那一刻的东西。但这些能够在实现出来这些东西，多多少少你看嘛，每个人都修行过，都有一点禅定啊、修行禅修啊，或者在佛学的海洋里熏陶过，就算他没有这个，他熏到这个。所以当我的眼睛看到这些的时候，我可能不会那样子教你，说是哎，你一定要，因为我是每天活在境界里的，知道吧？就说从你一起的开始活在这些东西，对我这些很平常啊，我不会觉得只是一样的。这个世界极乐世界所有的东西，包括你这样的一个肉体，对我也是境界啊。包括慧霞这样一个，我没觉得他不好啊，我没觉得你的光明境比现在更好啊，两个境界而已。如果现在不是境界，那个是算什么境界？就算你那天在我面前全身放光了，现在就这样，很不舒服，觉得很修不成就往生吧，就这种境界，就这两个境界也一样啊。在我面前是一样的，跟手机包包放在这是一样的，因为我没觉得这个放光的这个境界是更特别，这个境界不特别啊。对空性来说，这两个境界对我是一模一样，因为这个境界因为看多了嘛，只不过你是照镜子把这个境界看多了，我只是看这个境界看多了，所以我把他们看的一样。你看这个境界看的少，觉得它很特别，我看这个境界看的多，我觉得它很特别啊，人类很特别啊，你这种状态很特别啊，今天第一次见啊，以前没实现过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两个境界是平等的，对我是平等的，不叫幻境，幻境是我们人类的一个名词啊。幻境不代表它真假，我告诉你，没有真假这回事。所以叫幻境，只是因为你执着啊，我才说它叫幻境啊，只是破你头脑里的那种概念的执着。幻境难道就是假的吗？或者真的吗？就叫幻境，你不要执着就 OK 是吧？没有真假，里边没不够不就没有真假，就是这样的。没有哪个境界是更美的更好的，只是我们在执着，我们在分别，我们在有所求，
所以渴望这个境界，不要那个境界，我们没有平等心。所以渴望最美的，不要那个丑的，丑的美的有啥美？在哪个层面上丑的美？丑的在哪个层面上丑？哪个层面上美？所以那个他学看我们人都长得很丑，你觉得他美吗？他美吗？不长毛的都丑，看从哪个角度看呢？是不是？他从不长毛的角度，我们被长毛的都是丑的，长毛的都是美的，是吧？那人里又说长毛的都是丑的，不长毛的都是美的。到底什么叫美丑？什么叫垢净？什么叫美好的境界？什么叫光化境？什么叫不是光化境？什么叫三维？什么叫四维？什么叫五维呢？所有的天也会也法也会，是我们在分别。你知道，你的停不下你那个分别的心，永远在迷境里边转悠，你永远在执着，永远在自我里边执着，就这样。然后你说我怎么没有提升呢？我修了这么多，为什么我修累了，我没有进步呢？你是佛，你进步什么？什么叫进步？你认为世界这个境界叫进步，世界说这个境界叫退步吗？你永远改变不了这种看法吗？如果你不能从正最高的直接上去看这些问题吗？所有的境界是平等的。你从次第上讲有境界可成，但是到因为到最高境界的时候，一切所有的境界又开始化为平等啊。但是我们是从最高往下看的嘛，你从你的有的角度，你是一层一层一层突破上来，但是一旦上到最高，知道吧？这是缘啊，所有的境界这是缘啊。但是到最后空性这一块，缘跟空性之间是没有链接的。我说这里边是没次第的，因为第一个缘不存在啊，所以你的境界都是缘啊，以幻制幻的东西啊，破幻心的东西啊，所以佛法是破你幻法的。所以佛法是幻法，心是幻心，以幻制幻，这是看这只你所有的修正，包括修到实地，只是这儿这儿这一片，从初地到实地这一片，这只是个幻境啊，这些东西只是一片迷雾啊，只是因为你有这片迷雾，所以有自我啊，所以自我你看不清楚最高的这个，到了这个时候，这中间这个是没有次第的，中间这个没有次第，突然顿悟的。它不是修上去的，但是我们现在是回到这儿往下看，知道吧？所有的初地道是所有的境界成了一圈一圈的平等的东西，都是幻境啊！既然都是幻境，有啥不平等的呢？就是这样。所以你看《法华经》啊，释迦牟尼佛面对初学者，刚刚入佛门的初学者，跟十地菩萨、跟四果阿罗汉同时受记成佛。你要知道这不能把那些十地菩萨跟四果阿罗汉难受死了吗？我苦苦修行，我你知道功德借了无数啊，十地菩萨阿罗汉四果阿罗汉苦行啊，初学者刚进来啊，同时受记你们成佛，一样的平等了。知道站在这个角度说话跟站在十地说话是不一样的，站在十地说话永远不平等，站在空性的角度它是平等的吗？刚刚初地到十地只是幻境啊，平等的在这个桌面上画平了幻境。你很在乎实地的境界，不在乎初地的境界吗？是因为你在这里边，如果其实初地到实地，在这个角度，初地到实地是一个次第，但是因为你的头脑中有时空、有时间，所以从初地你觉得进了十年，如果破掉拿掉时间跟空间呢，是不是反过来成了个平行的了？如果没有时间呢？你什么时候修了初地？什么时候修了实地？初地到实地，这是个生灭相啊！这些东西还在生灭里边啊，这是缘啊，缘起啊。所以拿掉之后，这个是平行，从初地到实地都是平等的。这是空性的正界啊，这是最高的正界啊。所以正如空性的人回到实地，回到实地呀、啊，他才能游戏毕竟空啊。所以它这里边包含宇宙的，这都是缘起啊，包含宇宙的一切缘起，这些缘起都是迷雾，是我们执着的东西。所以其实它没有这些东西，但是你看到它包含这些东西，因为它拿这些东西破你的幻心啊，你看到它有初地到实地的佛示现了初地到实地啊，然后给你破、啊。然后这些东西底下这些东西是因为你的眼睛，所以你看到了这些东西，这个地方是不存在的，对站在这儿的人这儿是不存在的，知道吧？
这些东西三界六道娑婆不存在的这些东西，这是所有的佛法，所有的幻，所有的法都不存在的，是因为你用幻心，所以它才出现了这些东西，以幻制幻，这叫。所以大家问佛说宇宙是从哪来的，人是从哪来的，当所有一切问题出现的时候，所有的相，这叫和合相，所有的世界，三千大千世界，佛说都包含你是包含在空性，但跟空性一点关系也没有，它不存在，它跟空性怎么能建立起关系呢？但是空性你不能说它包含你了知的一切啊，它可以视线，这些东西视线等于没视线啊，是不是视线？但是它是幻的嘛，你如果站在这个位置这就是幻，你站在这些位置上就是有高低的。但是我们是在这儿看的，往下讲的，从《法华经》开始讲的，《法华经》一开始就是站在这个位置上讲的，知道吗？所以你不断的要去，将来当你修这，随着时间，你不断的要看到《法华经》，不断的要去学习这个经典，到最后把所有的很多的经典学完以后，你还翻回来还是在看《法华》，还是在这个层面上，不断的又回来学习，就是你学后边的，不断的在复习前边的。所以我们听懂了吗？听懂法华经了吗？听懂空性包含一切跟一切一点关系也没有吗？听懂凡夫心跟众生心没有区别吗？有区别吗？你知道很多很多师父他正很多老师在讲的时候，他把这一块连在一起了吗？他把实地，他把所有的众生相包含在这里边了吗？他不知道这一刻跟这一刻是没有东西的，这底下这是幻境啊，是以幻制幻啊，佛法是以幻制幻啊，没有这些东西啊。所有的东西，所有的东西它是意识层面的空啊，它意识层面的空一定包含外相啊，就空跟外相结合在一起了，就包含进去了。你到这个时候永远是着相的空吗？就算他去否定这个空，或者是认为他不是虚空，都是在用意识层面讲空吗？它正量永远到达不了，知道吗？但这一刻是禅宗的动物啊，没有次第的，无修无证的。这一刻，在这一刻走到这一刻的时候，跟这一刻这个过程是无修无证的，没有任何妻子的，没有任何阶梯的，一定要动物过去的，就是这样子，动物成佛，就是这样，这就是禅宗最后的心法。但我们从这样走，并没有说是。只是因为不愿意委屈你啊，怕你以前白修啊，把你以前修的到了七地八地的这些东西直接先从上来告诉你，不断的告诉你，这因为这一点比较难学，因为破相，所以不断的在这块不断的说，不断的说，不断的说，当你这一块都漏斗了，底下有什么漏不通呢？你直接就飞过去了。我告诉你，你知道在这一块漏不斗以前，如果是底下的说，你会迷茫的吗？你在这一块你是你有次第，但是你修你好像有目标，你会走很多弯路。我告诉你，生生世世，但是这一块如果弄懂了，底下你修不修你都不会走弯路，没问题的，就是没有老师你都可以飞跃过去的。但这真不是只是说说禅宗的东西能够，就目前我们说说公案啊，说个话头你能够飞跃过去的，他学习的底下也要修，但是不断的只是触动，所以我们没有太多法门，知道？我从来没有固定说让你修哪个法门，都是不断的触动，让你复习回到你以前修过啥，你回到哪，你执着在哪，破你哪，就是执着在哪点，拿什么来破，不断的破。底下的，但都是坏法破坏心，没有次第的，没有次。但是有些人执着次第的人，他一定要执着次第。又从其他老师过来的时候，你不能说没有次第，因为他对你生不起信心来。尤其有宗派、有次第、有你要是一致否定他说没有不行的话，他是生不起信心，那就谈次第吧，那就没办法谈了，那就谈次第、谈境界、谈修行、谈概念吧。所有的谈，如果我对他谈这些，那一定是为了他安住在那儿，去继续往上走，坚持。因为那些东西，因为我们始终是建立在这一块修的，在上面这一块修的，我们很少讲这块，只是说有些人可能如果你需要，那有其他善巧方便不断抨击你吧，碰吧碰吧碰吧，就这样，你在哪块执着碰你哪块。这是佛法的，这是佛法的直接这一块
就说你们有兴趣慢慢去接触这一块，有缘，如果接触，当你们弄通这一块的时候，你到很多人在这块是迷，就迷失了好久了。慢慢的，当你们正入这一块的时候，最起码要发个心。有些人是在这条路上已经摸索了，实在是没路可走，你知道，走不通了，不是不想走，是走觉得是找不到方向了，是不是？那把你们的见地告诉他嘛，是不是？也不见得是你要证了的，你虽然你也没证到无上正等正觉，但是你知道这一块是有。你说你这一块这个次第是什么？你在哪块破？你说说你的见地也行。就说你把你的东西给他们也行啊，是不是？你有幸接触到释迦牟尼佛的之间正之间的时候，那些知道你知道那些之间多宝贵吗？是不是？当你接触到的时候，把他告诉那些正在这条路上探索的，有些路上太渴望了，有些众生剁手指头剁胳膊想去获得一个知见。当年释迦牟尼佛在修的时候，要为了一手偈子从树上跳下来，他要去喂老虎，喂这个喂那个，喂了一手偈子，就要听闻听一句正法。所以我们做菩萨道的，做佛弟子啊，不光这个称号，你当你在这个界地上达到一个，慢慢你去了解，也不一定说，不一定你证得，就算是你记住了吧这些东西。有一天，如果一个人修了几十年，突然在这一块儿。你一句话把它打开了，可是你还没证得，你只是记住了。好，你告诉他，但那个人就解脱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你那个时候的功德多大吗？不是你要不要那个功德，你救了这个人生生世世啊。有没有这样，就是这样一点点这种慈悲，就是发心啊。我们，你知道我们每个人，你们坐在这儿闻听这些的人有多重要吗？每个人走到哪里，在哪里，其实是一些因果的缘分来的，看清自己吧，就是这样。稍稍有一点使命感，稍稍有一点，我建议就最起码佛弟子都是有何代如来家业的使命感的嘛，是吗？当年的佛弟子没有网络，没有手机，没有任何书籍经典，啥也没有，就是口耳相传嘛。那个时候听佛讲一次法，就是轻一点点见地，然后所有的弟子就赶紧出去传播去了，哎，背呀、啊，他没有东西，他就背呀、啊，哎，什么诸行无常是生灭法，生灭灭一寂灭现起啊，这都走的坐的背呀、啊，一个四句偈都背好几天，都一不小心忘掉了，是不是？然后背呀、啊，走着吃饭也背呀、啊，化缘也背呀、啊，就这么背呀、啊，然后还两个僧人不走一条路，因为为了把道传得远一点嘛，哎，他走一条，他走一条，分四三个。佛今天在这说了这个偈子，好。大家把重点背下来，一般背不了那么多，就是背重要的这几句，哎，憋成顺口溜，记着就像顺口溜一样，憋得顺口一些。好，弟子们背呀、啊，背完了为什么四面去传呀、啊？就是为什么不走一条路？然后十个弟子分十个方向走啊，然后传播出去呀、啊，传播出去把佛的这些戒谛传给，因为很多外道嘛，当时印度把正知戒传播出去呀、啊，然后很多人听了就。慢慢的就回到佛的再听啊，很多他的十大弟子都是因为听这些小弟子出去背才过来的，是不是？慢慢才回来哦，因为他一句话一个弟子过去，那些人说哇，这句话正是我苦思冥想不得的那个破我那个的，马上就觉得这个人比我正量高，他就觉得这个人的正量比我高，最起码我可以去拜访他。他不求他什么，但是当他拜访佛陀的时候，他一定会被佛陀的正量摄受。佛陀并不是说想要那些弟子，不是，是真理需要传播下去啊，这地球上众生太需要了。我们现在是人力没有那么苦，你知道三恶道众生现在多苦啊，那就是堕落下去的，是不是？三恶道众生实在是太苦了。我们坐在这儿，我们去说我们。哎，我想怎么样？你知道三恶道众生连说这个资格都没有，他没有往生极乐世界的那种福报了，就是很苦。包括现在在医院里边人得了这那些人，他能够坐着那说我要吃啥或者不吃啥，或者是有资格选择吗？他能选择我活还是不活吗？他已经没有选择了，医院已经说三个月两天。直接就给他条条上批示，你最多再活一个星期。他有资格选择，没有。而那些人，也许生生世世就是我们的父母啊、兄弟姊妹啊，就是啊，你从人情的角度你去想想嘛，是吗？
你知道浪费我们的生命，你浪费你的生命，浪费你觉得自己的生命不值钱，浪费了，把它报废了，随便无聊的随便把它，把你听到的那些东西，把你慢慢知道的你人生的累积的经验或者回报到这个世界啊，是不是？既然我们死都不怕，这些人都这么厉害，好怕什么呢？报报恩试试啊，是不是？能做什么做什么，把你的正直接传播出，正能量传播，把你的爱心传播出去，去街上救个倒地的老太太，你讹一下，你敢吗？是吧？你已经不怕死了吗？怕什么？碰瓷就碰一下嘛，讹就讹一下嘛，是吧？这个世界就是这样，我们每天有不同的状态，是这样。但是知见要知道，所有的知见也不能停留在一个很，真的是我们是修解脱者，真的是那修行者，人家最起码我们修过几天，就是把知见放在那个，但是我们做不到，我们承认我们做不到，我们颓废，或者我们甚至今天我们悲哀，或者我们伤心，我们业聚业离都可以，你出现任何状态都可以，但你知见不能动啊，你的认知是佛的认知啊，你不能动啊。状态是随缘变现的，因为你还被境转，你怎么不变现？是不是？今天有时候天阴你都烦，是不是？被境转了嘛，正量不够嘛，那需要慢慢来嘛，是不是？功夫没功夫嘛，不能做主嘛，对自己的状态不能做。那有功夫的是境随心转。我今天要实现个快乐的，就实现快乐；我要实现个烦恼的，我就实现烦恼的；我今天要厌倦一些，就厌倦。那是随你心转的。现在是。我要实现的快乐的烦起来了，怎么转错了，这个神变用的不对嘛，不会嘛，就是境被心被境转了，不是心转境嘛，所以这个有点搞不定嘛，但知见在那，永远不懂，所有的佛的正知见都在你的慢慢的去转去正，其实也没那么难了，就搞不定，你就知道就是散乱嘛，你心力不够嘛，不散不就完了吗？不散说达不到不散，那贪嗔痴慢疑少点不就不散了吗？说贪嗔痴慢疑少不了，那就打坐去嘛，是吧？站坐去嘛，是吧？说我不行，贪嗔痴慢疑每天冒出来，那就打坐清净一点，是不是？或者实在不行，闭关藏起来都可以啊。说先离开境。哎，不要看那个镜，我一看见这个手机就烦，那我先不看嘛，不看三天以后呢，不烦了，我再看一眼，哎呀又烦了，还第四天继续避开，避，有一天，咦，功夫来了，不烦了，是吧？时间也能解决问题嘛，有多难是不是？对吧？不要急嘛，也不难，慢慢来，只是说慢慢来就修成了嘛。但知见不能动，不能，知见永远的正知见要保持保证住，慢慢修修，知见慢慢修修，不断的搞清楚，对吧？反正，在佛学这一块，那你在这一块，如果有什么问题，大家可以交流嘛，是不是？好歹你也有个老师，说是有个老师，反正你可以问嘛，是吧？就说这有向导或者你可以露着，大家说我解答不了你的问题，大家可以探讨嘛，咱这实在不行搬出佛经看嘛，查嘛，是吧？你知见这一块可以解决嘛，其他的帮不到你，你可以找同修道教师兄嘛，是吧？生活里边的问题啊什么，大家互相帮助，这不蛮幸福的人生嘛，是吧？就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，嗯，好好修行。去，哎，看看这个世界，有时候本来大家都是活成这么无聊，活成这么无奈，活成这么脆弱，活成这么没趣，真的是活成这样本身蛮可怜的。但是我觉得我们不可怜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缘知遇佛陀智慧的人，真的也不是很可怜的。你的福报真的太大。只是说你福报你自己不知道而已，因为你把你的眼睛盯到了这个世界的名利情让，你觉得你的福报不够大，因为你还没有做好准备成为一个成道者，你觉得你福报不够大。当你闻听到佛陀的正知见的时候，你没有感恩心，你生不起感恩心；闻听到一个佛陀的最高的知见的时候，你生不起惊喜，生不起来那种
哇，热血沸腾的，原来哇，宇宙竟然有这么高的智慧，原来我可以从生老病死中解脱，我可以从轮回中解脱。你生不起那种狂热，一下子就震慑了你，你没有那个，因为你没有那种心，你要去解脱，你还没想过要从生老病死解脱，轮回对你还只是一个概念。但是你又说是信，那信啥时候解脱？反正我们都人到中年了，你如果信，你就开始。那应该闻天堂每一个佛的正知界都应该欣喜热狂的，因为那不是你证出来的，是佛说出来的，你听到了白得了。我告诉你，为什么你不会开心呢？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丢了一点点东西就那么颓废，那么丧气呢？丢了一点点情，丢了一点点爱，丢了一点点什么名利等等东西受损了，你就那么不开心？闻到佛的那么大一个佛果给你喷出来，你就一点欢喜也没有呢？就是我们的无明啊，障碍着。嗯，你觉得那不是什么？那不是什么？你知道我们多无明吗？从你生生世世轮回中解脱的东西不是什么，是不是？你轮回去了。是这样，你轮回去吧，去三恶道看看那个动物道，看看地狱道，生生世世走了多久，就是无明嘛。我们说无所谓啊，是不是？上这一世不知下一世啊，你知道说出这些话的人多无明吗？就没，这没有人怪，因为大家都是这样，是因为我们真无明，所以谁也不怪谁，谁也不觉得谁怎么，但是总要一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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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一点点醒来吧。主要一天一天一天，每天听一点东西，慢慢的听嘛。既然你们愿意坐在这儿去学，那就要一天一天去醒来吧。先做个不无明的人吧，先知道那个东西很重要，那些东西真的是这个世界最高的东西，最优秀的东西，而且是你就是用尽今生的力气，从你一生下就证到死亡，你都不没，你有可能证不得的，得不到的东西，但是佛陀把它告诉你了。让你在短短几十年里，可能十几年里，你就可以获取，慢慢来。如果哪块卡住，我们寻找办法是卡在哪里了，要寻找解决的问题。我们可以享受这个地球上所有的东西，美食、情爱，所有的东西不是说不让你享受，你可以享受，如果你有条件的话，你可以享受。但是佛的正知界确实是最美的，这个是地球最高的智慧。他可以带你从所有的一切的无明里边解脱出来，从你的无明的那种偏见里边走出来，而且会给很多人带来福慧呀、啊，给宇宙里边很多的生命带来解脱的希望啊。而这样的智慧，我们有幸碰到了，知道吧？那我们每一个闻听到，我觉得佛陀那一刻你就有个震撼，我怎么会有这么大福报呢？我福报从哪里来的？哇，生生世世干了好事，是吧？你就该自豪到这种程度。哇，我生生世世干了什么积德的事了，让我遇到了佛陀的智慧呀、啊！我生生世世肯定是有好事干，这一辈子好像没是干什么，但上一辈子肯定干过，就我生生世世肯定是有好报嘛，那种报啊，是不是？否则我们的心多穷啊，是不是？你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你什么都会缺失的，我告诉你，什么都在无常，什么都在变异，什么都缺，我们心是穷的，不管你拥有什么你心都很穷，因为你患得患失，因为你永不知足，那怎么不会不穷呢？你本身是拥有三千大千世界的一颗心，现在拥有了一个桌子，拥有了一个手机，你怎么不穷呢？你那么大的圆满的心，你拥有了这么一点点东西，你肯定感觉穷嘛。永不知足是有原因的，是吧？为什么你感觉到知足？说知足常乐，怎么可能？你看不到你拥有那一半，怎么能知足常乐？不快乐，那本来就是你的，你看不到了，怎么能知足呢？你不成道，怎么能知足？永不知足。为什么从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抓奖中了一个奖券或者什么，我们就认为300万500万，我们就认为我们已经，哇，好有福报啊！那不过就是给财用，知道吧？我们生生世世几亿世啊，皇帝也做过，天主也做过，天地也做过，什么都做过，真的是亿万富翁都做过。但现在不，你们就又堕下来了吗？你做了那一世，下一世你还不知道在哪轮回呢，是不是？
而且你那一时你也不开心，有点财运就开心啊，谁知道会带来什么，后面就是绑架你的根子。所以我们是获得了佛的智慧啊，它真的不是一门知识啊，它不是这个世界学的东西啊，它是它这种智慧是种能力啊，是你看清生死，是看清生命，看清轮回的一种能力啊。这么高的智慧，佛陀出世不出世不告诉我们，我们生生世世轮回在黑暗之中，我们的心永远有个盲区，有些黑暗的百分之六七十的黑暗在那挡着你，永远有爱，永远有恐惧，知道吧？那黑暗的地区盲区都是恐惧，你看不清楚自己，看不清楚生命，看不清别人，生命没有意义，怎么度过这漫漫长夜，怎么度过这七八十年？有的人开善报熟了还好一点，有的人真的是恶报，全是恶报，恶报一次一次熟，你让他怎么苦不堪言，他怎么走下去？没有佛陀的正知见真的是很苦。但是修学了，你接受了佛陀之见了，你知道生生世世就是这样的，你遇到了麻烦，遇到问题，马上去忏悔，马上去反省，然后呢去调整，知道吧？如果苦的时候甚至你都有医治，你觉得哎呀，有救苦救难的大菩萨，有佛陀的正知见，佛陀正知见说啊，可能很多东西是有因果的，为什么不去忏悔呢？我们会修忏悔啊，有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，有很多地藏王菩萨在地狱救度，有很多的文殊师，有普贤，那么多的大菩萨，求一求啊，可能有一些心理安慰、医治，有一些惯例，有一些加持等等，相应等等，否则怎么走啊？甚至有上帝，不管哪个宗派，我们心是多么的彷徨啊，多么的无助啊！有时候，我们已经很幸福了，反正你在这个世界上比较吧。今天坐在这儿，真的是吃饱穿暖以后说的话。吃好吃饱，然后穿暖。今天晚上还有床睡，然后坐在这儿才能聊这些，是不是？大街上那一个，很多很多今天还在那受苦受难的那些，说这些奢侈，就坐在这儿喝杯茶都是奢侈。我们如果在奢侈的生活在地球上，因为地球上旦夕祸福。多灾多难的，而且恶报随时可以成熟，地球啊！但我们今天坐在这儿，平安无事的说着这些话，而且正法难遇啊！我们平安无事的听着佛陀的知见啊！你说你没有福报，谁有福报啊？一定要做总统吗？你觉得他比你现在幸福吗？你一定要是比尔盖茨吗？马云吗？你比他，你觉得他们比你现在幸福吗？他比你现在幸福吗？你没福报，谁有福报啊？然后我们照着镜子说：“哇，我好贫穷啊！我一点福报也没有。你看人家开着豪车过国庆，开着奔驰，开着什么去旅游去了？看我坐在这儿吃着苹果，好没福报啊！是啊，这就叫无名啊，你知道吗？”然后说欢喜生不起来，好无名啊，好烦呀、啊！然后羡慕那个开着奔驰宝马，然后在街上跑的那，你不知道他坐在那儿想啥呢？你不知道现在街上有车祸，你不知道是吧？有的人已经结束了，永远这一世已经完了，没有机会听了。你知道每一个跟你有缘的众生。在没有听闻听到你的说法以前离开，都是你有责任的。是啊，真的是啊。在没有闻听到你说法以前，他就走掉了。这一世没有等到你成道就走到，因为那是你有缘众生，你要发愿度的，可能生生世世，你发过愿的，生生世世你修行过的，这一世又没等到你，你。是上一世没等到，这一世又没等到，我又报废了。我下一世还得再来，得转成人生泥还得再来，泥也得再来啊，是吧？因为他还没成啊。那 OK， 如果再等不到你，真的是，那都是你的责任，怎么会是他的责任呢？我们应该惭愧啊，遗憾啊，就是，都是你有缘众生嘛，你的眷属嘛，每个修行都是这样的。你得到了地球最高的智慧，出来不想说一句就跑掉了，
告诉你那些有缘众生就等着你渡呢。佛陀真的很怕他的教法传不下去啊，当年都是耳闻心记啊，都是声闻弟子去背诵啊什么，他的教法真的随时会没落在地球上。他的教法就是尤其从这儿到这儿的这个心法，禅的心法，因为他其他宗派都是次第修的，都是从人次第修的，到这儿是没有其他宗派达不到的，这必须是一个跨越，在这一点上其他宗派我知道到达不了，没到达这个境界心法。所以禅宗当年是，你知道禅宗最后的心法是一个单传啊，真的是命在学，真的是学啊，那真的是一脉单传啊，六祖啊，你知道传到六祖前面是一个传一个，一个一个传，把心法传下来的，你知道就是最后这些东西，一个啊，就全世界找一个啊，地球上找一个人啊，传这个心法，你知道到六祖以后才一花开五叶啊，才结果啊，六祖以后结果是什么，这个东西才开始成为大家公认的一个东西，就很多人能够接这个脉了，法脉了。在六祖以前，你知道是一条线一个传一个端传下去，没有人认可这个知见，没有人从这一刻开始修，没有人能够到达这个地步，就是所有的都在那种说理论、说次第、说这些东西，没有人能够从这儿跨越上去，知道吗？几千年就这么一次一次端传到中国来的，一直到六祖，达摩都是一位渡家，在那等了九年，就等一个二祖啊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那个弟子需要多大的，他需要很多东西的准备的，他才能接那个法脉，一脉单传的，就是真的是太，他威胁就断了，你知道，找不到弟子就断了。这种心法的传承是需要，真的是需要，不是你一下子就能接过来的，不是想给你也给不了的那种东西，你不发心是给不了的，很多东西不是你发心又急于求成的又能接到的，它需要很多很多准备的，你的功德，你前面的定力，所有的东西都在准备中，准备，然后呢一直一直传。为什么他不在印度传一个，他跑到中国，而且在那面壁九年啊，达摩只是面壁九年啊，他不会全世界的找啊，为什么在那面壁九年，他需要在中国少林寺面壁九年啊，那个地方地气好嘛，风水好啊，有大乘佛子要进入这个慈悲度了，大乘佛子要跨越这一块，找这样一个佛子，你知道吗？有大乘气象，而且有佛子开始进入成道的行列，你知道要找这个多难啊，否则佛法就断掉，你知道吗？没有最高的这一层心法，底下这些次第算什么，那是幻法，你知道吗？佛法已经灭了，这就是禅宗，你知道吧？最高的无修无证的阶段，而我们在学习这块东西，你知道，一直在学，一直在学，一直在这个基础上在学，你一直在这个基础上在学，所以不要以为这个世界寺院多、出家人多、经典多，所有的能看到，你就能佛法就不会断。那不是，如果没有最高的禅这一块，那不是释迦牟尼佛的教法，明白了？那不是释迦牟尼佛的教法，那不是释迦牟尼佛的知见，其他维度的众生其他道也能说出来的知见，那不是佛的知见，知道吗？不是，没有法华经那个知见，不是佛知见，明白吗？你在其他地方学的东西，在其他道其他外道那能学到，但这个知见是佛特有的，你本来就是佛特有的，因为那么如意，你听到这一句话，生命的所有意义就在这里，知道吗？你本来就是涵盖宇宙一切，就是你，你无处不在，无所不能，天上地上唯我独尊，你应该活成这个份，知道吧？你可以活成这样，而且有无量法门可以进入，只要你不懈地追求下去，你愿意活成三界六道吗？这么渺小吗？当你明白了你是那个东西的时候，你愿意做那个贪嗔痴慢疑的东西吗？你愿意被困在那种名利情里边吗？那么渺小的东西，你愿意在人道浪费你的生命吗？畜生道浪费你一生吗？
在畜生道浪费你20年，在人道浪费你100年，在地狱道浪费你300年吗？如果你是天上地上唯我独尊的，如果你本来就是佛，你是涵盖三千大千世界，无处不在，无所不能的，你就是风，你就是雨，你就是云，你就是一切了。你可以活成那样的自在啊，而这个是有方法的。如果你明白这个见地的，你知道地球上所有的法门都是你的方法吗？外道也都可以拿来用的吗？都是工具了。如果你不明白最高的知见，所有的法门都无法穿越，都无法到达那一个地点，都无法回归到本性源头去，所有的法门都成了外道。我告诉你，你以为你修禅定坐8个小时可以回到那儿？如果没有那个知见，你回不去。我告诉你，8个小时24个小时全在禅定中，你回不去。你可以不呼吸，你可以气住脉停，你可以有神变，但你就是回不去生命的源头。阿罗汉、师地菩萨不是，我告诉你，不叫佛陀，叫阿罗汉，叫师地，那不是生命的源头，但有神变，有神通，知道吧？就是我们在希求什么呢？是当我们知道，慢慢的知道最高的禅的真知见以后，没有什么可稀罕的，你不会稀罕这个世界的东西，你真的不稀罕，不屑，那叫佛慢，知道吧？不稀罕不屑任何东西，包括极乐世界都是幻城，知道吗？都是一样的。就算我们这一生有的人走不出来，说我没成五上正的正觉，当然还有净土极乐世界去那儿修，就算你没成就，但有人会走出来，有人会成就，甚至没有听过法的未来的80后90后2000那些小孩子，他还没长大，你们就开始修行了。等他们长大的时候，你知道他们的根基非常好，但是也许你的一句话两句话他们走出来，知道吗？但是当他们能够解脱的时候，你借由他们解脱的这种功德，你有可能走出来，你知道吗？你的功德就是他解脱了，突然你这边的功德就回应过来，你借由这个功德，可能你下世也解脱了，就算这一世解脱过了。所以正知见是要有的，知道吗？不一定这个知见能用到你这一世身上，可能会遇到你身边有缘的众生身上。所以要不断的学习佛陀的境界，要把经典里边的那些话要熟记，《金刚经》啊、《楞严》啊，将来次第学习的那些经典里边的一些，哪怕一字半句呢，熟记，可能对有些人的解脱是有用的。一旦有人开始。因为每一个人回归生命的源头，他的那个种子一定会发芽的，这一世不发下世发，总有一世他要回去，他不要在六道流浪了，他流浪时间久了，有一世他突然就想解脱了，他突然，你说他为什么？他没有原因，他就是要发芽了，因缘具足了，他要发芽，要结果要开花，没有你的知见他结不了的。那一刻你就是他的雨露，你就是他的阳光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是他需要的所有的助缘，就是你那一句话他才能具足，你知道你多珍贵啊，那些知见，佛的经典那些知见，不是说那本书放在那儿他就能看到的，金刚经放在那儿他看不到，但是你就是说了金刚经里边的一句话他听到，他才会去看金刚经，知道他才会解脱。所以不要小瞧我们那半句不众生，不是说怎么样，我要一定要轰轰烈烈的去弄个道场传法，或者是你能解决众生的，如果有人借用你的指导，借用你那一句话讲解，他能够真的是从轮回中解脱。也许有的根器人家就缺你那半句话，他已经走到某一个点了，一句话他就领悟了，就完了。但是那句话就得由你说，告诉你，别人说他不行，因为跟你有缘嘛。别人说他就听不见，我告诉你。他就呼过去了，哎，你一说他听到了，没准还是你的仇人呢，你骂他骂出来的，这都有可能。但是他就听见了，就解脱了 ，OK， 那你功德圆满，你就等着度他了。他不成道，你还成不了，还真不是，真是的，那是你自己发愿发的。真的很多很多的东西是背落来的，他不成你就不成不了，真的就像那个九翘尾巴那只猫的故事。他一满月就又缺了一个尾巴，是吧？永远找不够九翘尾巴。
但是他不成道，他成不了，就是那样。他阅历里，那对一个真正了悟佛法空性智慧的人，你了悟了空性智慧，不见得说你有正了，成不成道又有什么呢？成不成道这件事又有什么大不了呢？对空性智慧了悟很高的，成不成道又怎么样呢？成道是件很重要的吗？这个有待探讨。然后你就知道吃巧克力是多么的舒服，但不一定正量。但是你比如在禅定境界里，你证入过了，不断的证入过了，只是说你不能保证这种境界，一次两次的证进去也算。就说你哦，知道了，我见过了，就像开悟一样，刹那之间你见性了，但是出来你不一定能保证住那种状态，这个也算见了。就是，但是你那个见性跟那个证入空性，你需要一个明确的，就是那种你说出来就知道，哦，这个已经是很透彻的戒了，或者是你没有这个，你觉得你模棱两可的这个不算嘛？因为你知道你很快又迷失了，就是那没有那么神秘戒性啊，或者什么，只是在知戒上你不断的完善啊。所以佛陀当年他的弟子们，真的是六七千真果的很多，所以他真的不难的。而佛陀那些弟子真的是。都是人，大家都有七情六欲，你说2600年的人比我们现在的人真的有多聪明，或者是多厚道，或者是多他就芝麻也那么少，我们多，就算是我们比他们业力重，哎，就算这样又能差距多少呢？你说说你跟2600年前的印度人又能差多少呢？但为什么他七阶这么多你七年都挣不了啊？对吧，他七阶我七年，这总要够了吧。所以不难，难就难在是什么？这2600年把你悟了，知道？你一直认为2600年太漫长了，太神秘了，一直在你头脑中觉得成佛这件事是件很高深的事。世界，因为2600年无量无边的点击跟宗派出现了，那些宗派把你绕进去了，你知道？有很多的观念的知见，把你陷进去了。但释迦牟尼佛的正量也是他的老师啊，那就三生成就的那种佛陀那种摄受力的正量。是不可思议的，弟子们确实得到了他的加持，但也不是说差那么远的，所以我们其实是自己没信心，或者自己压根就不想做这件事。你去查查，你就这一刻查查你的心量有多么的不广大，就说别说是我们放下一切了，你能不能胸怀天下？就这么一点点，别说胸怀三界六道，咱那两道看不见嘛，是吧？你就放开一点点嘛，是不是？打开一点点，不要老记着你那些小恩小惠、卿卿我我的那些，哎呀，千愁百转的，或者是内心那种面对，真的是放眼世界，心量广大。这别说初地到十地菩萨了，这是一个君子所为啊，放眼天下啊，独善其身啊，是不是？那这人道的人的气量啊，如果是我们连这点做不到，我们只能说我们都叫小人，知道吗？这个是真的，如果按这个剧儒家文化，那不是我们是小人吗？是不是？你看每天想啥，就自己那点角色还不是小人，是不是？小人长期其实为啥呢？我烦了，我这儿疼，我那儿疼，我那痒痒，这不是小人的做法吗？小人不是说你多邪恶，是你真的是每天就活在你那点小角色里，活在你那些小情小小怨里。月啊，他骂我了，他说我，你看多难听，他说的，看那句话咋说的，你看样子整天就这样，这不是小人是啥？这就小人就没长大的人了。是这个，就是有时候是个贬义词，有时候也不是了，就是我们真的是人家小，还不如人家那种小人呢。人家那种小孩子吧，那种小人，人家是吵了架三分钟就好了，我们还记三天，你知道吗？三天，记三天没问题，你记住他也没问题。是这三天你气得打嗝，然后又打嗝又放屁的，然后说气不通了，肝气郁结了，脾胃不调了，大便不通畅。你说这三天气的，是不是？你说这小人当的，哎，
他不止潮七七了，潮病，是潮气不潮成。就是有时候心量搞大点，最起码也。然后想想，哎，我现在修行了，人家最起码佛弟子，哎呀，我的心量广，他做不了佛，还不是菩萨，菩萨不了我，还不是鸠子，我反正是不做小人，是吧？最起码这样的思维那角度，你往长远的看，往纵横着这横着是看三界，竖着看几上下几千年，你不能只看这一世吧？佛就是这样，要看看是过去生、现在这这看好好是轮回嘛，看生生世世嘛。你不能只看这一世、这一辈子的那点点的小事嘛。你不要以为是你爱的那个爱你的人，那没准上一辈子就是你的冤家来找你报仇的，死活不放你，你怕啥呢？你抓住有啥意义呢？是吧？真的是有时候你这一生你纠结的那些小情小欲啊，那些小恩爱啊，而且是。耿耿于怀算计的那些东西啊，上一世呢全是要债的，我告诉你，那全是那不深仇大恨，就这一世是遇不到，找你算账的，然后你又放不下心里边那个惦记啊，那不是算账让人家报仇了，是吧？自己就是从因果这一块好好看看，不要着相。哎呀，说哎呀，这个多漂亮，那个什么的都是报要债的。自己要放不下，就是来了，就是啊，看见一个喜欢的才能开心，不喜欢的不开心。那个不喜欢的，也许过去生是你妈的。我举个例子，还真是有时候真的是，真的你讨厌的，你喜欢的那个爱不放的，那真的是上辈子是仇人，发愿生生世世找你算账，然后你死不掉，绝不甘心的那种。你死不在我面前，我绝不甘心，就是那种。你这一世放不下的东西，我告诉你，都是大家都是冤家路窄，凡是对你好的都放手了，因为你那么苦，他敢在你那儿给你增加贪嗔痴慢疑的负担吗？确立你冤气，知道吗？是吗？有冤的在抱怨，我就拧跟你拧上了，是吧？哦，其实生生世世，你要是看得远，就是那样的嘛。然后你这一世还感恩戴德的，哎呀，他爱我，我爱他，就爱的不行，感恩戴德，因为他爱你，然后让你患得患失，晃动不安，然后呢，就是痛苦，等等等等都是。但我们可能不是哈、啊，有些东西不要想歪了、啊，你不要说，我跟哪个这下完了，朋友也不成朋友了，肯定是冤家，找到哪个都是冤家债主了，不然你对我那么好，是不是想让我生气贪嗔痴慢疑呀？这都不是正直接啊，人家对你好就感恩啊，这是正直接，管他是不是冤家债主，但这一世他也忘了，那就只是感恩，但是不要纠结个执着，你一纠结一执着，你就要警惕了。哇，要债的来了，就是那样，这样想你就没那么纠结，你就会心平气和。哇，差点就这个要债的骗了我，你看是吧？差点我难受了，晃动了，很难受了，伤心了，就